那上一局抽到那一只，所以继续抽。反正加倍角抽到了啊，抽到了就是抽普通的这样。OK， 我们继续讲角色好吗？是一只 OP 角比较猛啊。是要讲阿廖巫师嘛？这应该是17啊。死亡骑士。他的附身地啊，这取消附身哦，太贵了。Ending， 所以有时候一定一下真情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实战应该是不会卡关吧？叫你更是袂卡关呐、啊。他没有上来啊！怎么？那怎么换？太久没有玩，都忘记怎么换了。啊！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相同职业的去 support 他吗？到底在搞什么啊？有换到吗？但我觉得啊，所以为什么这只不去？哦，因为一起角色的对啊，